大家好，我是霞姐，那个现在从医院出来了啊，现在那边有人陪着，我老妈，那个我公公，我老公在那陪着呢。我出来给我公公买个帽子，怕他出院时候呢这个冷，给他看看有什么样的帽子，买一个。我拽一大圈儿到街里，哎呀，我可不讲究去，俺爹买，俺爹买个帽，给你买个帽。哎呀，你可别给我买，你给俺爹买一家买两条内裤。哎呀，你啥也不要给我买，我啥还能加一能带呗，不能带了咱都退了去。回去自出院，过两天出院了，这个还没拆的，这个气儿拆下来还能往下，还在这儿能上。要是合适了就不用了，紧了都给俺换换。不用不用，挺好的。你买来，我先我不叫你买，你买来挺好。血压会好。是。这样式这个当房食也挺好，食也挺好，对了。我出院时候不是不能吗？好开。过两天咱都出院走了，不是能说走就走，我不知道啥时候走，省得到时候再去吉林买。我天上，那个地方也有一个地方，不像在这地方，我说我要买来，买回来。没有帽，有帽。加个有帽。花点钱，都要花点多少钱？给你买个帽，给你买个帽。你干嘛就不要那个？为啥给你家都是那个帽？有吗？有。你让我一回，我买二三年。那正好给坏了二三年。哎呀，可不，不要。奶奶，不要你。不，俺娘家有帽，有帽你给家买的。不要你，不要你，不要。真的。对，不是总是回去买吗？我家有一模一样标着。我还没给你买白的，我也没买红的，买了一样。这是耐烫，这是耐烫，也挺好的。你买个白的吧，你不适应；灰的，我这红的吧又太艳，买个紫的。挺好看的，是呢。你热你都想到啊，你都。对呀，家伙好看了，对呀，对呀，暖和。帽暖和，有时候真是吹的这头皮子上。我回来我都戴个那鸭舌帽，家伙戴的。我戴戴上也，我也是，我一出门都戴帽。对，家伙。这不是讲么事保护着头，上了岁数了都得着头发，冬天了一定要戴帽子。嗯，俺叔戴着精神，这姐一家伙看精神呢。谁会买？我家真有。有了倒啊得买了，这俺姐的心。两天也不暖和了。啊。买来戴了。我要得多这个呢。该该就是没这事，家里那个帽也该。人家不退，只调换，你不要也得要。没有对吧？没有。啥时候没事这两天啊，那给念上，你还不是老不讲没有？有事儿有啊，都是。要是没有啊，可没让叫我背。来，对啊，姐，看牙准了。高兴，这也病了也好嘞。别羡慕你，羡慕咱这个模样出啥样？是，我虽然看着你哭，我想看着你哭，羡慕你。那能带了什么吧？拆了一块，拆了带了什么啥？那挺啥？这不是春运，春运，春春得一个。这过两天都回一个，这生孩子。得上帽里干啥？对，过月里不准着了。你只要是出门，在家都戴着那帽子。今年我没怎么着，也是那花的啥，也戴着两个。我都戴着那帽子，就是那啥。咱这合适到都不去天天调换。放放出来。我觉着能。也不能退。不能退，咱能那啥的。能，你就只能换别的东西，你换别的呀。我啥不要，这人你一说岁数了，买啥你都带上了，不叫心疼，知道了呗？啊啊！到我带吧，那个也原来那个不暖和了。哎，你看这我那是比我那是好。那你还叫我退？叫你退，我说不叫你买，我家有，你看这六幺，你这碗先没见着，这碗没见着。你那里头是这呗？不是。我说给姐买这是好，谁愿我你开着？你还一个叫啥？你看他那里头没有这个，对呀，没有那个衬。这个带暖和啊，你俩倒贴带。我说给姐啥都，这都想到了，那你看。等回去了，把头发可能弄弄。嗯，大家把头发理理，对，然后看阳气，看阳气，叫阳气。嗯，对，这我说这成天说这。好闺女不如好女，好媳妇不如好媳妇。哎，这媳妇是真好。嗯。
正好出去不冷了，要不太冷。我们领着我姐要，我说是我稍微要，我是真是待见。嗯，那待见了，正好。待见都待。哎，那个颜色也行。我买的东西是好，原货也贵。嗯。又原货，你这留还有什么用？嗯。